用白酒漱口，假装喝醉，等媳妇回来故意整整他，脸上再来点白酒，让酒香味更浓一些，再用八宝粥套路媳妇儿，看看媳妇儿啥反应，再增加点酒气。 A few moments later。 头一次。你干嘛呢？头怎么这么多酒味儿啊？你喝酒，你喝多了。不，你管。还不用我管啊？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？喝酒好啊。喝酒好了，上次吐的不是你，还喝？我倒点水的，我渴了。还知道喝水？把准备好的八宝粥倒上。哎呦我的妈！人才。好了吗，谁啊？来了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天哪！干嘛呢？想吐。你别笑啊！臭喝了你喝啊！作业转一下。你我得喝水啊！喝水，不是水，这不是水呀、啊，这是。喝水啊，媳妇儿。太恶心了，我跟你。哎呀，你拉倒！你吐了吐了吗？你不要喝了你啊！你好恶心你！你再吃就亲我了。吃饭你自己的碗你自己用。以后给我们寄碗。完了。